纯骨髓啊，看，拌一下。这种的看能不能吸出来，没有内存了。哎呦，来点这个酱酱，你们要的牛骨髓来了啊。哎，哟呵，这是牛油大果冻。吸不出来了，就倒着抠。这个想第一口吃面吃，这个肯定得嗷嗷上头。我是鸡蛋糕啊。这金木耳怪好吃的，
麻辣牛骨髓，我真的超级喜欢吃牛骨髓。你们是几点刷到这个视频的？很好吃。也叫上头神器。太香了。今天吃上头神器，冬天必备。天冷了吃这个御寒，像不像鸡蛋糕？灿烂灿烂，它中间有个骨头，就不好往出摆。为啥有个骨头？是骨刺吗？这里边这个是牛血，这个大。哎呀，拿来吧你。还是大的吃的贵。小孩抠着费劲就是。你敢不敢来一块？不敢。血脂蹭蹭。哎呦！你这掉了，白瞎了。
这叫技术。我肥兮兮的来了。没有啊，太香了，再拿两个。这个玩意儿得趁热吃，凉不太好吸。我觉得牛肉才好吃，除饭我觉得不肥第一，这个第二。